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Welcome everyone to this PNE session.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在一起，不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那我今天会作为一个主持，但是跟我们在一起主持这个会议也有Shamak先生，他会正式接待大家。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参加者，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题目是涉及到环境，而且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些政策。我叫Przemysław，我是今天代表我们的总理办公室，所以作为波兰的代表，所以东道方的代表，我想表示热烈的欢迎。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那些环境和电子空间之间的关系，而且今天的会议结果，我们希望能够准备一些具体的建议。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团队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努力为今天的会议准备，所以我们希望最后我们会准备一个报告。现在想欢迎我们的参加者，但是也希望你们也积极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每个人做一个介绍之后，大家会有时间，会有机会提出问题，通过 Zoom 或者在现场可以举手。非常感谢。 UNESCO 组织给我们支持，就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因为他们也支持我们这次讨论会的组织，也感谢 Katarina， 她是跟我在一起 ，Florina 跟我在一起主持今天的会议。 谢谢这个介绍，现在我想接待所有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朱菊王先生，他是可持续发展事务负责人，所以从他的介绍开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感谢我有机会在这个重要的会谈。 发言，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谈的有两个重要的题目，第一个是电子化，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所以我首先想感谢瑞士、波兰还有其他参加今天会议组织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目前我们在面临很多。 这个气候的问题，就是有很多这个天然的灾难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现在就见证的这些现象。最近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他也表示，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点，如果我们要反应。 那这是最后的一个时刻，因为这是对全球，也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轰卡，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马上就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要减少煤炭排放，还有以其他的方式保护我们的气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必须要。
就是利用电子化所带来的这些优势。今天我想跟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电子化和先进技术如何能够加强我们在这方面的那些功夫和努力。我们要明白这些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应该发挥这个领先的作用。他们必须要率领这个过程。第二，我们要记得，由于我们的这个先进技术和这方面的投资，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煤炭的排放率。有人说我们可以减少17%。第三，我觉得我们要推广这些智能城市，在这些智能城市，我们有很多工具要落实。第四，我们要记得这个行政方面的电子化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行政机构他们是在这里有非常大的作用，根本的作用。最后，我也想说，我们这个可持续，我们需要可持续资源的管理，尤其是在这方面，电子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加上这个工人智能，还有物网络。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参加这次会议，我很高兴，而且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谢谢这个介绍，朱菊昂先生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就是有意思的领域，而且我想为你的功夫表示热烈的谢意。所以现在我想请一个瑞士的同事向我们表示他的看法。非常感谢弗鲁里娜，我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谈。我今天代表瑞士的政府，我们在这里觉得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关注，而且非常详细的分析这些电子化和行政行动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同意朱先生所提到的这个新电子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其中这个快链技术，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对生态环境会有一些威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 e-waste 就是在这方面加强合作。我很高兴这个高峰会，我们所参加的这个高峰会，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讨论不同的电子化方面，而且其中我们也可以讨论它对环境或者气候的影响和作用。我们这次是第二次见面，因为我们去年是第一次讨论这些题目，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会议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些具体的结论，而且我们也可以给就是我们今天也想给大家介绍瑞士政府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跟这些联合国秘书长所发布的这些目标几乎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又让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很想听其他同事的意见和这一年的一些进展。
但是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 Florina， 因为她一直在组织我们的和协调我们的工作，也感谢这个办公室和波兰的政府。我希望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它会有什么进展，而且我希望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具体的建议，而且那些建议我希望能够被落实好到每个政府的工作。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丽丁，您说的这么赞美的语言，非常高兴你和我们在瑞士和我们连线。已经有十几个月，我们都在一直安排这样的这些事情。PNM 这是一个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太了解 PNM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从2020年开始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确切的或者指导性的一些我们的建议，为不同的政府机构提供不同的这个建议来执行。这几个数字大家可以看一下。2021年，我们在派人的这个系统当中，我们有了65次会议，有87个个体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相当于3万字的一个报告，制作了3万字的报告。我们请了三位嘉宾。我想这些数字都可以大家看到我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只是数字数量的一个汇报，但是我们对质量要求也是很高的。那么质量是希望大家来评价。我们请了3位嘉宾参加我们的会谈，还有一个一个图片，我们看到有多少男女的比例。在这方面我们也是非常保持得很好，男女的比例。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网站，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知识，关于派恩的知识，这是我们的网站，就是关于环境政策的网站。环境政策网站呢，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报告呢，包括哪些？第一，我们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段说的是关于我们的工作的范围，其中包括我们面临的所有的挑战，在数字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是全面的、具体的，而且能被大家使用的人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能够很好的理解。第一是关于，第一是这个数字在环境保护当中的使用，然后一步一步让他们了解更多我们的做的工作。一是关于环境的数字汇报，关于水和食品系统的报告，而且还有一个供应链和供应链的透明和循环。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互相作用，这就是我们报告的一些内容。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这要稍等。首先，我想请我们的演讲嘉宾能够更加专业的方法，把每一个具体的我们谈的这几个这个项目，主要我们谈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的生存的问题，这是我们尤其关注的一个因素。
环境因素可以说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们希望在现代的互联网中能够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来持续稳定地发展我们的环境管理。还想说几点关于一些我们提供的一些建议。我在我们这个报告当中，我们用哪些作为我们的建议的一些背景？这边有一些具体的执行的一些建议，包括环境保护的一些政策，一些具体的客观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谁是目的，谁是主要的执行的方面，这些所有的方法都应该需要考虑到。考虑到我们所有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在有效的有限的这个条件下进行，所以不是我们所有的都关注到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在保证环境持续发展上都可以起到积极重大的作用。我们说到政策的话，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到我们在今后的今后的 PANEL 的工作当中可以实施。这就是我们报告所提供的一些详细的内容。现在我们去看一下第一个章节的我们关于环境数据的一个第一个项目。下面我们请澳大利亚 JC 跟我们来连线。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荣幸，很高兴能够在网上远程见面。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下非常大的暴雨，外面都有闪电和雷鸣，所以我想我们不会丢失我们的连线。同时，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和在。环境持续发展这个领域和所有的一些有关方面都进行了讨论。我们现在有很多关于环境的数据，自然环境的数据。那么我们想知道如何把这些数据比较的标准化，让他们相对有和谐持续的可以被今后的使用。我们希望这些数据是可以被使用的，而且是用合理的方法把它能够处理好。我们也希望当地的一些社会团体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数据的收集和使用。那么关于这个标准和和谐能够可能的话，那我们想推广一个全球都可以用的一个标准，希望能够环保的这个环境能保证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能包容。这些标准是不同的政府机构都能参加，就是在推广这些制定这些法令法规的意思，不光是看到以前的法令法规，而且能考虑到人类的道德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希望我们的这些数据能够是一个包容性的。在我们的会谈当中，我们可以请各方面的有受益方都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第二个建议，
有关环境的数据，的收集和排列和处理，把这些数据能够相应的给相关部门使用。我们希望环境的数据能够比较容易和清晰的被理解。我们非常希望这些数据的使用，环境的使用能够是平等的，而且是清晰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是专家才能够理解，也希望比较容易易懂。在整个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的过程和推广的过程当中能够透明。我们也非常重视有一个框架可以制定出来，加快数据的使用，是数据使用的可能性。那我们再看一下哪些数据是确实是给各个阶层需要的具体的对数据的需求。第三点，我们的推荐，对我来说尤其是关注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极大的增加我们对数字使用环境信息的影响，我们需要非常紧密的合作，用最优化的方式把环境数据来使用。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谈到的需求是更多的支持，为了各方面的需求方，我们在想到的是那些还没有被代表的组织，给他们在这些社会团体当中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尤其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互相之间都能够很好的总结我们所做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总结这些工作必须是透明的，而且是公开的，能够受到我们各个受益方对我们的评价，这是一个持续的评价的一个过程。非常感谢 Jesse 刚才的一个总结。Jesse 是为奥地利民众的一个科学发展的一个协会，而且他也负责调研关于高新科技。非常感谢，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报告第二章，就是这个食品和水的系统。所以现在我请 David 这次。大家好，今天的就是这次的这个高峰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会议。我这几天我已经学到了非常多，所以首先我想感谢那个第二章的编制者，而且我自己只做一个介绍，但是编制这个章的人是更多，所以为了保证水和食品的安全，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在这个框架之内，这个电子化它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对水和食品的这个使用能力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记得，在世界还是有八个亿人，他们不一定能够随便都使用食品和水，所以其中很多人他们就不能定期收到这样的产品。所以如果我们谈这方面的电子化，我们必须要在头脑后就有这个意识。所以这个电子化它不是一个可以改变整个系统的一个
工具，但是它是一个一个强的工具，虽然不能马上改变所有的东西，但是还是强。所以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决定了五个建议。我希望全世界的专家可以基于这个有一些改善。第一个建议，在这个食品提供系统的电子化使用，每次应该考虑到一个背景，而且它必须是一个灵活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 ICT 的代表，他们主要是设计一些解决方案，而且这些解决方案应该是尽量可以适用于最多的最宽的范围。但是我们同时要记得，这些系统他们也是非常依赖当地的一些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设计一个适合每个地方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这里，我们想提醒那些决策者，如果他们落实这方面的工具或者解决方案，如果他们要依靠方式影响水和食品的供应，那这些决策者，他们必须要好好考虑当地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或者一个系统它是已经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并不要改善这个，我们每次要看情况。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加强我们使用数据处理的优势，就是涉及到这些食品和水的有关数据。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处理能力。所以我每次谈这点，我感觉到这些解决方案他们已经是做好了，已经是决定的，但是他们只是涉及到非常小的问题组。或者说我们有非常多数据，但是我们必须要自行这个数据的处理。所以如果是考虑这个可以有利于数据处理的那些国家，他们缺乏资源使用这些数据。所以我们的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落实那些允许我们使用这些数据的解决方案。我所指的是第三个建议，就是我们必须要为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必须要使用自己的一些工具，而且通过这些工具优化那些无效的就是这个没有效率的水处理系统。我觉得全世界这个水处理看到水处理的这个问题重要性，但是在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他们的这些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这些水处理系统，他们是，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建设的，而且在这里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电子工具，我们要必须要分析这个系统是否有效的，而且水是如何积累、如何使用，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必须要想就是设计这方面的一些办法。第四个建议，它是涉及到那些
那些能够保证食品供应的工具。我目前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来给大家介绍这些食品损失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我们要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就是说简单的说不浪费食品，这是我们第四个建议。所以在这个建议的描述，我们就也介绍一些电子的工具。第五项最后一个建议是非常重要，因为尤其如果我们考虑那些最近发生的这些情况，它是特别重要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些水系统他们是受到了威胁，它就是这个跟这个电子或者网络罪犯的威胁有关系。我们经常讨论这个威胁，而且决策者他们经常对这些非常优雅的解决方案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在那些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保证安全。所以不管我们谈食品系统还是水系统，这是非常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最终我想强调我们的工作一直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它也是跟很多专家在一起举行的。这些专家是来自非常多不同的界，但是我们的报告并不是全面的，我们还有一些领域可以研究，所以我们欢迎大家的所有的意见或者什么其他的建议。非常感谢所有参与我们工作的人，不管是通过资金方式支持我们工作，还是通过你们支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联合国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也就是应对这些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肩膀上的责任。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David 的这么一个全面的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报告。第三部分是关于我们的供应链和一个闭区循环。现在这个方面的专家有两位是负责这个我们的探讨的这个题目。现在我跟大家说，非常感谢峰会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提供很多的方便。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在整个准备报告过程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感谢我们的作者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峰会上给大家报告。我们的报告是关于供应链的透明和封闭和闭环。在数字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在非常短的几句话能够说的几个问题是，如果要能够治理这些问题的话，这些问题是人类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是使用新科技，尤其是计算机技术。我们应该知道，在整个数字转型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
很大的带来很大的瘾，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试验，而且效果特别好，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附加值。我们在我们的建议当中，我们会把各个方面仔细的给大家提供解决的方案。一开始我们就集中精力在整个的供应链的透明和封闭。我们尤其是注意的是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天线是在水上还是在陆地上等等，这都是一些技术的具体问题。那么我们的主要的感兴趣的方面是用什么方面来把数字转型在每一个供应链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领域都能够得到关注，在很好的进行数字管理。那么我们回到关于我们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作用，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学会使用这种明智的方法来使用这些技术，让他们的寿命能够加长。这也是有很多的情况必须要同时产生才能使得他们保证。第一是他们必须要有可操作性，他们可以不同的资源在转型过程中都能被使用。这些走到下一步，我们说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尤其是需要最大优化把环境的使用率效率用于利用电子技术来提高它的最大的综合效益。第一是我们需要做有一个尽职调查，在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每一个数据收集，然后在采购准备，然后跟踪，而且在这个寿命周期这一方面都应该一步一步的从今包括回收过程当中和垃圾的处理，对，这都是一个每一个过程当中都会我们集中精力，这所有的数据都应该在一个地方被收集，让每一个使用者都能够迅速的拿到这些数据，可以使用数据护照，能够让每一个人能够快速的接触到这些数据。我们认为这一类的数据的收集可以帮我们在推广一些法令法规和方法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可以能够推广这些法律法案在实际当中的推行。第二个建议就是他们是不光是在现代计算机技术上面的推广，整个数字电子方面的转型是在所有方面都应该进行，有不同的市场的参与者和竞争者都在使用。那么我们怎么创新新的机器设备，这对会影响到这些工具和机器能够在将来的地方实施他们的作用，然后这些设备是怎么被拆除和管理的，尤其是作为废料怎么处理。那么在所有的工具和机器在制作之前，我们必须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从开始设计生产一直到拆除和作为废物回收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控制的能力。所以最后的回收我们也非常重视，所以这必须是一个可操作性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可以
设备都能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电子护照当中。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使用高新科技和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那么在可互操作性，我们就非常重视有一个国际的标准能够形成，非常必须要有一个互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性，这必须是一个能够扩大的使用形式，能够让我们这些在各个处理过程当中都可以被使用。下面第三条我们的建议，我想请 Chris 给大家介绍。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第三条建议。我们希望确认，我们想确认一下，在这个闭环经济当中的非常重视国际标准的使用。在我们的报告当中，我们说到了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变我们的责任，尤其是每一个参与者，从他们开始设计到生产都要负责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要大家重视的。现在我的声音应该比较清晰点。在我们的这一节当中，第三条建议，我们首先尤其是需要在闭环经济当中的非常可用的和实际的使用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呢大家都可以来使用啊，参与者都可以使用，这是非常可行的而且是好用的一些方法。其中的一个工具是一个方法，在第十条在一个2023的这么一个条款下，这就是每一个点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用点式控制方法，从一开始的设计一直到它的整个生命过程都可以用来控制，作为一个闭环。还有一个很简短的介绍，我认为在这一点当中，我们说的2023和1070的条款上，我们希望能够在排放和降低的碳排放上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我们的这一段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何能降低到零排放的一个过程当中，非常感谢。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如何用最好的方法来实施我们的愿望，这些都是非常有雄心的一些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一些资源都是相对有限的，我们应该尽量帮助我们的一些企业能够在最好的方法能应付这些的
挑战。在我们的这一个报告当中，我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行动必须要实施的？必须，比方说，关于垃圾的治理，完全的取消使用垃圾堆场，尤其是牵涉到对自然环境破坏的一些情况，我们必须要加强各个部门的办法，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每一天非常枯燥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来实现用更好的法律方式来推进。在此之上，我们还应该考虑，我们应该有一些强迫的制作的方法，不能够让他们可以能够避开法律，或者是破坏法律。那么我们应该能建立一个模式，可以有效的执行监管新的按新的标准。当然，这也是希望能够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在哪些标准是需要推行实施的。我们还有很好的行政机构，让我们能更好能够实施我们的这些行为。对，下一个就是这四个我们说的四个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他们可以完全互通的操作，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环境管理上面能够起到很多的作用。这就是从我们这一方面的报告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供应链。谢谢，感谢 Leonardo 有这么非常顺利的把这一段的报告给大家汇报了一下。如果有的人只是刚刚参加，那我们可以大家介绍有 Leonardo 和 Glizzo 是关于这些环境使用的过程当中要遵守的一些推荐的一些方法，包括水食品的使用和环境和闭环的控制。好像在这个讨论窗口还不能提问题，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或者在这些领域有什么支持，你们可以把有关的信息发到我们电子邮箱，这样子更简单，可以直接联系我。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请下载我们的这些资料，我这个报告，而且也欢迎大家发这方面的一些意见。现在我们继续到最后一章，现在 Florian 他是在荷兰，所以请 Florian 做一个介绍。大家好，我是从荷兰连接，今天在这里下雨。我本人也不是荷兰人，我是巴西人，而且今天我会谈一些最基本关于管理的一些事项，而且他们实际上是一些总体的，涉及到所有的今天提到的报告的章的内容。所以今天我要说的都是关于管理，但是非常总体的。这我所说的会跟新的环保政策有关系，而且在这个领域，我觉得电子化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我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为了促进包容。第二，我们要使用
是用可靠的信息来采取决定。这个知识必须是可能被确认的一个知识。第三，我们想那些我们采取的那些措施应该是更为民主，而且应该更考虑到不同方的一些参与，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参与。所以现在我想描述这些建议，但是以更详细的方式。第一个是包容。所以如果是加强包容，那我们一直在说世界上的30%也没有网络，所以说这个网络的空间的使用能力是在一些地区有限，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扩展这个数字对数字资源使用能力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些更新的电子能力做出投资。同时我们想保证在政策方面我们更好的设计这些开放的这些解决方案，而且更开放的这些软件，这都是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想鼓励那些发达的国家帮助我们在全世界启用能力。这样子我们能够加强和改善这三个层次的使用能力，在个人方面，在地区方面，和在全球或者全社会方面，在这三个层次。第二项建议，我们想要这个电子技术的使用是更基于一些证据或者科学的一些证据。我们积累那些跟自然环境有关的这些证据积累，他们必须要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有一些客观的数据，那他们能够帮我们采取正确有意义的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客观的证据，这样子我们所落实的政策，他们可以说是科学的，而且决策者他们应该以更大幅度参加有关参数的制作工作。这我所说的就是这些评价环境政策的参数，这样子我们会知道什么是有效的做法，而且什么是没什么好处的。这样的参数的设计也会对政府的各种机构有支持，但是也会对地区的社区也有一些显然的优势。简单的说，我们采取关于自然环境的这些决定，我们必须要基于科学的知识和证据。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参数，这个过程会更有效。第三，推广新的做法，尤其是那些促进公民参与的这些办法。所以在这里我们想介绍一些新的电子工具，这样的工具他们应该降低或者取消一些限制。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实际上这个跟第一项建议有关系，就是包容。如果我们能够
引进那些电子工具，同时我们必须要提供这个网络使用能力，所以这两项建议他们是相互相干的。如果我们第一个不做，那第二也无法达成。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网络包容的工具，那我们主要想是那些检查目前有什么样行动的一些工具，这样子我们会马上有公民的一个反馈。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反馈，那个公民对那些政府的行动评价马上就有，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给他们机会表达。所以这样的网络参与的那些工具也会帮助我们达成其他的目标，可以帮我们落实好更适合当地情况的那些工具，但是在地区的这个层次也可以让我们降低成本，或者更有效的花钱。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公民他们经常想知道他们所付的这些税他们到底是怎么用的，所以这个会在这方面有一些咨询。我觉得每个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他都可以参加这些电子参与的工具或者电子包容的工具。但是我们要记得，每次这些工具它必须要适应当地的情况和为当地的社区服务。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工具的就是如果他们的使用能够更普及，那这个参与的预算准备工作也会更好的，这样子公民他们会以便宜的费用参加这样的政策的准备，这样子也是这个会影响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这个信任，而且也可以提高对气候相关的政策的支持，有好处。我们每次要记得，这个必须要适合当地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分享数据，如果我们按照科学的办法去做这些政策，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一些固定的参数管理这个流程，那这个会受到公民的欢迎。最终我想表示，就是在这个图片上大家能看到各例有关方的参与，所以这就是一个图。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一些总体的题目，它在中间，而且在外周这个就是我们每一章的内容。非常感谢 Florina 和其他Peter 和其他的同事，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Florian 和最后的一个图片，这些图片的话，经常是大家比较容易的接受。下一步，在这个时候，非常高兴听一下你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准备了几个问题，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对什么最关注，尤其是从你们得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些建议是否清晰，是否明白，是否完全的明白，我们的建议都是指的哪些事情，
还是哪些的建议是需要重新的组织一下我们的建议，哪一些我们可以共同的分享一下其他的信息，你们可以把信息放在我们的网上，我们现在有50位参与者在网络 online。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把信息给我们写在我们的网站上。那么在卡托维茨的在场的嘉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很希望和你们一起交流。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这些建议可以在你们的具体的情况下能够实施的话，我们也很希望能听到你们的回复。我还想说告诉大家，有可能这些建议并不会在我们的论坛汇报当中出现，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些报告在网上给大家公布。我还想说所有的这些建议当中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我想大家能够仔细的看一下我们的图片上面的几个比较好的推荐。那么现在我们希望是一个公开的讨论，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有30个人在现场，还有50人在线。那么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个评论，那么必须要有人打破这种僵局来，第一个谁来第一个发言？我想第一位，我想请我的主持人说几句。非常感谢弗罗利诺。我想我不想说的太多，太长。我有几个建议或是推荐，尤其是关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报告。我现在主要想集中在一个标准上，当然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这个议题尤其是可操作性可互动性这不是一个新的题目。我们可以再仔细说一下具体的一些解释，他们怎么能够更加改善操作的可互操作性。在有的世界的一些角落，这些标准是非常的不完善，需要政府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提升。我们也希望能够不同的使用经验呢能给大家谈一下。我知道在有些的情况下比方说现在在亚马逊地区，也不光在巴西，还有巴西周边国家也有这种情况，不光是亚马逊的这个生态的环保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损失，自然环境的损失都是非常糟糕的。那么我就是想大家能够非常关注我们环境的这个现在的困难。如果我知道的话，你就是希望我们呼吁我们能够更加具体的把一些世界环境的具体的地方有一个针对性的指出，是不是你是这个意思呢？还有谁想有自己的建议和发言，或者大家愿意给我们提问？哦，
我们现在有一位在场的参与者给我们提问。非常感谢，我代表黎巴嫩，我刚刚参加这个论坛，我非常仔细的听了一下，尤其是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制定一些环保的政策和法令。我们说到了是它的必要性，必须要保证所有的对内容的一个合理的实用性。我们也用这个用电子的接入，还有使用必须是平等的。我非常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是希望了解有更多的公共资源我们可以公平的使用。刚才大家提到的是用尤其是垃圾或者废物回收的这么一个智能的方法，在有很多的技术都已经向前发展了非常多，但是并不是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小心的方法用把能够把这个技术一直进行到实施到底。比方说废物的回收，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我的一些意见。我们应该记住很多的问题，在每个各个国家不同的都在进行解决，每个国家有不同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可以我们共同的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好。比方说废物的处理问题，那现在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我再想强调一下，我们共同的工作要集中在垃圾回收的废料回收的智能处理上，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集中更多我们的关注。这也是对我来说，这个因素应该是很多更多的人必须要把时间精力放在上面，也许更需要每一年的一个专业的会谈，或者是一个国际会议专门来讨论废物废料处理回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我想尤其是大家能够增加注意力。我刚才如果听得准确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您希望能够加大废物废料处理回收的一个技术问题，希望全球合作范围做更多的努力。刚才您也说到，也许一些废料回收的危机或者是责任。非常感谢，我也知道几个人也想关于废物回收的问题，莱昂纳德一定想说什么问题。对，我想回答这个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个垃圾管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报告之内经常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要记得我们每年在生产非常多非常多垃圾，所以我们必须要处理这些垃圾，这个也是非常大资金 的挑战，因为我们每年失去600亿美金，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回收一些垃圾。实际上这个我们不能回收的那些垃圾就算是我们经济的一个损失。联合国在这个方面也几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我们所生产垃圾的数量，而且我们应该
以最长时间使用我们所购买的这些设备或者物品，而且我们要最长的时间使用这个，而且同时我们也需要设计一些更好回收的这些资料和什么布料，而且这样子这些飞机能够更好的回收。所以说我们应该从这个设计过程的开始，从这个原料购买的这个阶段，我们都应该考虑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的报告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些非常详细的细节，但是如果从我们非常就是详细的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存在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确定我们的问题，但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设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这是这两个阶段。非常感谢。我们在这里在窗口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对所有参与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rebound 效应的这个话题，大家是否知道这个 rebound 的这个机制是什么？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反弹的这个效应，就叫做英文叫做 rebound。Sorry, who are you wanting to speak to that? It's open, but feel free to, since you already have the microphone, feel free to speak. There's Ilias coming in. Hello, Ilias. Yes, hi. So nobody wants to take this one, so let me allow me to say a couple words. 如果没有什么人想回答，那我可以说几句话。如果我们谈这些电子解决方案，他们当然是有一个正面的结果，但是如果他们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使用，比如说如果我们谈这个移动连接，我的意思就是说移动就是交通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不只是开车，而且我们使用其他的这些用交通方式，比如说公交还是什么，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考虑很多因素。我们是否完全能够就是放弃车辆的使用？那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完全放弃这个车辆，那这个利益或者好处并不多。第二件事，那些未来的车辆，比如说没有司机的车或者这些自动的车，那这个是未来的车辆。那我们想想这样的车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交通的方式会如何磨塑我们的这个环境，而且怎么会影响车辆的市场。所以这样的一些思想，他们应该是位于我们评价这个解决方案有效率过程当中。有经常这些好处比坏处要多，但是有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谈这个农业，当然我们可以失去就是
试图就从这个自动飞机出售一些食品，或者通过这个卫星完成什么任务，我们可以考虑这个。但是这个这样的先进的解决方案的好处是否实在有效的？有可能我们可以使用一样多资料来研究什么更有效的种地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说很多东西，不管是这些环保的建筑物或者就是能源效率等等等，这些解决方案都可以有好处，但是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反弹的这个效应是被考虑在里面。我也想说几个关于这个 rebound， 所以这个反弹效应的一些词。如果我们一直在增加这个煤炭总计的这个数量，那最终这个用户他要承担越来越大的费用，所以这样子这个反弹的效应造成这个用户他必须要承担更高的这个煤炭总计的费用，而且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个有效性的提高，所以这个煤炭总计的价格越来越大的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在我们的这个对话当中。现在丽娜在数字护照的一个处理工作在联合国。现在下面还有谁愿意再发言？我感兴趣的是，刚才有一个额外的问题，我想说，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适应某一个地点或某一个位置，能够使用客户的在使用的这种环境和客户的使用下，能够让科技电子的技术能够和当地是符合当地要求的，也许有其他人有更好的方法，或者在我们的推荐当中会有这么一条是适合当地符合按用符合当地的情况来使用我们的电子技术。肯定也有其他人问相同的问题。我想需要让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有自己的需求能得到一定的关注和满足，包括私人的用户，包括政府单位和私人企业等等，所有的这些建议我们都会考虑到参与的各个方面，每一个受益人的一些具体的特点是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想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推荐的系统，什么是推荐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使他们这个方案一下子不是过时了或者是不适合了。我在考虑到就是关于最终用户的一个想法，如果我可以加入的话，我改变我们的这个经营的方法和模式，只是考虑到数量为关注的话，
或者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服务的方式，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意愿、兴趣，一直希望能够推行一些产品和服务。那么我们的客户会决定我们到底需要怎么做。我们需要创造这样的产品和服务，让他们不会很快的失去了使用的意义。我们首先是服务的供应方，这也是确实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的，不光是在电子方面。我想联合国的很多机构可以起到很多的作用，在这些推荐全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方案，可以和一些高新科技的机构能够互相能够交流。现在我们中心数据机构使用租赁的方式在进行几个循环的升级更新，使得某些模式能够比较的好的收益，有好的收益。我们必须要保证一定的收益水平。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些大的设备，那么这应该涉及到所有的电子设备。David， 可能你想说几句吗？我想有这么一个模式，这是非常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如果我们把线接到互联网，那么我们也是也为这些系统的服务来提供费用。那么我们的供应商要保证这个服务器是非常的耐用的，不需要经常换。我们现在也知道整个这些设备的生产商都是保持着可持续长期的使用。David， 你是想说几句 ？Jesse， 你可以说。我是刚才要说，改变更换自己的服务器。那么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怎么使用我以前的服务器呢？我在澳大利亚，结果我的服务商就说你干脆把它扔掉，所以旧的服务器大家都扔掉，然后换一个新的。对我来说，这是也很疯狂的。我们到底能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应该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会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我们比较负责任的话，必须是一个闭环的经济的话。Specific discussion, and I think one major discussion around the topic that we had, like in terms of food and water systems, is that also even going like one stage down, because often like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t's often a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that XYZ technology should be applied because it sounds fancy. And I think there is normally an inherent problem with that, because if,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it hasn't been planned properly, there is no real connectivity at a certain point, or you know, like like IT systems are so complex,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times it can go wrong there, and then people come there with a predefined solution and said, this is a solution you need to use from now on. Whereas on the contrary, we do have sometimes, we do have communities who know exactly what they need to do in terms of adapting also to climate change,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kind of data and they have experience. So I think in the whole discussion, we can never forget that, you know, like, that we need to apply this tool smartly, and they need to be used where they can be most efficient, and in terms of like where can they actually add value. And I think there is a lot of problems with the rebound effect, because solutions are implemented somewhere like where they don't fit properly. So there has not been the proper use case. It has not been centered, the problem solution is not the right one for what is actually being neede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see everywhere, like that a technology is being introduced or an ICT solution is being introduced, and it actually doesn't do what people expected it to do, because there were some breaches
in defining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So I think when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rebound effects,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like when do we need to go and when do we really need, where can this fancy okay.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到底希望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不要创造更多的废物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我们用新的设备不会产生很多的废物。如果牵涉到服务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看到一些缺点，尤其是我们看到南半球的一些国家，这些服务的公司经常是在一些北半球的一些国家，这些服务都是用租赁的方式，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发展的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他们的发展的在当地可以发展，而不是说把我们的种子是从不是说当地农民买了我们的种子然后还要以后再向我们买，我们是希望这个环境的保护肯定是让我们的报告可以更加的加深更加的深刻，我们也是积极的在这方面等待，我们也很愿意在这方面和你们合作，非常高兴你们的这些建议。我们的丹尼尔共同主持人告诉我现在还有chat 上面有新的问题，大家在卡托维茨地区有参与者提问。您好，大家好，我确实有问题，或者是我的评论。我的名字叫拉海尔·加东，我是我非常高兴让我再次有发言的机会。我看见有很多的机制我想说的是真实的网络使用这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是要和家庭里保持沟通，有的是希望受到教育，还有的人是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危机的情况下等等。现在听这些大家的讨论，我在想有一个特点，一个真实的网络使用就是一个环境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我想在我们不同的政策推广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确实我们不希望过度的扩展我们的报告，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我们的报告可以非常的具体，可持续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是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那我非常高兴你这个评论，我们还剩三分钟时间，我也不想退出大家，如果有很简短的一些问题，一个或者两个，如果在此时没有问题的话，那可以大家和我们连通过邮箱来联系。我也非常希望收到你们的评价，
你们的反馈。如果认为我们还没有想到什么，没有说清楚什么，请你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你们联系。非常感谢。我们在这里说到了不少关于一些解决方案，非常关于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我还想再扩展一下我们谈的这个层面，有很多的解决方案，技术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帮助我们获得我们的目标，我们说到的这些要求不能够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经济我们不能从我们的以利益为趋向的而向共享的方式进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产品并没有很好的被一方或者是其他人被利用，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保持持续全面的发展的一个方法。我们应该考虑这些我们思维的方式，在推进新的技术方案的时候，还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下面我还要请 Daniel， 我的共同主持人，给我们这次会谈做最后的总结。我非常感谢弗洛琳娜，我想说非常的简短的说几句，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弗洛琳娜说一年以前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在 EGF 我们开始了我们小组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四月二十号的时候我们才一起会面，全体会面。在这八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个月一次见面，也在其他的会议上见面。我想说强调的是，我们始终和新冠过程当中遇到这些问题，这些专家都是在不同时区的地方。这八个月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报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果。我们想知道这么多的力量我们投入到我们的报告当中。我想说我们在很早的过程当中，我想还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决定这个报告也要成为非常简短的，非常容易理解的，不要成为下一个理论的或者非常学院式的一个报告。我们希望这个报告是能够对于政策制定人和大部分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大家也知道一共就三到四条我们的建议，每一个章节我们非常希望这些最主要的建议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视的，马上要采取行动的范围。我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比较好的珍惜和重视。可能我们也东西忘记了，我们做了很多的报告的一些咨询，我们确实同意在这个报告当中应该考虑更多的各个国家的实情。在我们的挑战当中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解决，在我们的十字交通路上，尤其是现代技术的执行，在今年的 IGF 峰会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我们更多的能够更新这些建议的一个鼓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我们肯定会听从你们的回复。我们也希望很多的知识也
必须把这些信息送给关注的人。我还有个事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调研的报告情况，可以每一个具体的适用方法能在具体的情况下被采用，能够他们能在实际过程当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很多私人企业当中，这边都参加 EGF 的这些私人企业，他们可以和我们加强合作和联系，愿意和我们共同分享具体的案例。我们非常紧密的和各个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我们的信息也会向各个会议上给大家传播，尤其是在联合国各大峰会上进行传播。我非常高兴今天我能够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大家分享，非常感谢。我们必须要结束了。我还有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办方会关闭我们的麦克风。我非常高兴你的发言是这么的简短，而且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者为我们准备这次论坛会。我也感谢我的所有的出席的贵宾和非常在场参加的和在线的一些朋友。我想我们很快时间会再见，希望大家和我们保持联系。如果大家愿意给我们发一些自己的建议和评论的话，非常感谢，谢谢。